是不是手会掐死自己的女朋友啊？跟他在一起两年，怎么可能心脏对他、啊？留下聊什么？处男暴怒掐死女友，同房两幼子一目击。新北市中和区这个苏姓处男，今天清晨四点多和蔡姓女友吵架，暴怒拿扫把柄猛打，再双手掐女友颈部致死。警方调查，死者在酒店工作，和男友育有两名子女，死者常喝醉下班，还跟酒客聊天暧昧，两人因此大吵。男友凌晨又看到他跟酒客聊天，大怒才痛下毒手。直到发现女友脸色发青，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，不幸已回天乏术。警方怀疑同住在一间套房的两名幼子全程目击。目前警方啊，以杀人罪嫌来移送侦办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